锦荣劈腿之极，宝鸟电视台独家报道。人气男模锦荣不甘心只当天后的男人，奋力转型登上大荧幕。第一次触电即主演动作喜剧片《宝岛双雄》，与房祖名张飞、陈汉典同台飙戏。开镜当天，帅气的锦荣与同系的女模互动亲密，难不成是在台湾太久家呆 BSN， 开始想念家乡菜？看起来混血妹的罩杯一点都不输居奶哦。娇嫩欲滴的青春霸体在前 ，Oh my god， 锦荣不会背着天后劈腿吧？甚至还在现场大玩 SM 闺房情趣，抹油捆绑，现在动作明星可真不好当。哎呦喂啊，天后可不要在家里气垮埋哦。混血妹背后使出环抱，怎么锦荣马上腿软倒地？再仔细看看，原来锦荣是为了《宝岛双雄》影片中的动作场面才接受武术训练，练习飞踢、劈腿等高难度动作。Are you okay？ 脚酸，很痛。I'm not flexible anymore。看看自己都承认柔软度太差，被迫拉筋，脸上痛苦的表情，天后可以放心了啦。回到现场，锦荣又忍不住神雕，神枪在线。据悉，锦荣在片中饰演大反派，郭记集团的老大，有很多系列的武打表现。咦，这是武棍阿飞吗？只见锦荣趁空档认真的苦练。我踢我踢我踢我劈我劈我劈，等奈阿内腿还是劈不开。为了电影认真练功的男人最给力。锦荣精彩表现，请观众进电影院拭目以待。宝鸟电视台腿劈不开也是件好事报道。